爹，我饿了，给我准备点饭菜吧。等着，店家，快备些酒菜，我们俩饿得不行了。二位大侠莫急，我这就去炒菜。今天闲来无事，不如逗老爹一下。小二，过来结账。怎么这么浪费粮食啊？多少钱给你不完了吗？再说了，小二也是你叫的。这服务员结账。服务员也是你叫的。爸爸，我这就把菜都吃完了，不浪费了。早这样你还能挨这么多打吗？哼，朱立宝，别浪费粮食，我怕咱俩打不过那老头，还得叫他爸爸。